Hello， 啲位 Jason， 好啦，我哋又翻嚟继续玩 One Piece 海贼无双三啦。咁今日我哋咧已经画面见到啦，我哋今日系 Dream Lock 继续玩。我哋今日系会用 Sanji 系啦，呢、這个厨师 Sanji 啊，咁我哋升到去 level 15先。我哋可唔可以用啲 coin 俾佢升下嘢？可唔可以 ？Auto 使用 ，OK。其实我唔知呢啲 coin 咧，佢升呢个体力攻击力呢啲咧，其实我每次都系 auto 咁俾佢哋升就算嘅，我冇乜话特别咧。自己去揀，自己去諗點樣升。我每次都係用完之後咧，咁我就、用啲 coin 自動升落去。所以我每個角色都幾平均就升得。好啦，咁我哋今日咧就繼續嚟玩呢、這、一個。我哋可以揀兩個喎，山治軍或者卓羅軍。我哋揀山治軍咯。邊兩個人嘅全面對決咧？這個島唔知。咁我哋上一條片完嘅時候都講咗啦。今日呢個島咧係嗰兩個人嘅全面對決係邊兩個人？咦，我哋有三方喎，今次有，我哋有啊 Crocodile 喺度，我哋有，戰桃丸系我哋嘅人，呢、這个金太郎咁样嗰个肥仔啦 ，Tatsuki 又喺度，海军啊 Smoker 嘅左右手，敌军有 Robin， 第三军有 Crocodile， 哇，黄下七武海，前黄下七武海应该系话，喂，大乱斗咁即系今铺系嘛，我哋战斗开始啦。而家选择咗嘅 episode 咧，敌人就即刻拖咗钱俾山治啦。咦喂，点搞啊？喂，我哋用山治嚟对女角会好不利、哦。佢话我哋咁样玩 O 唔 OK？ 咁但系我哋今日决定咗系用山治，咁所以冇问题啊。系、哦，对面有阿 Robin 喺度、哦。山治唔打女人噶嘛？唉，点打咧？咁搞法。咁我哋尽量净系用阿山治对男角咯。女角我哋唔打咯，哇！巨人族，巨人族，巨人族，避开，咁都避开咗。咁啊，山治咧，其实我喺故事模式有用过啦。咁啊，其实佢嗰个攻击都几好用嘅，即系同我上一条片用阿乌索普唔同啦。乌索普咧就个攻击模式就全部都系远攻咁滞咧，所以发觉好似唔系好用咁样。即系用阿山治咧就佢全部近攻啦，咁佢每一招攻击咧其实都。威力都几大，同埋我攻击范围好大，一次我可以打好多敌人。上次我哋用乌索普咧，就即系点讲咧，即系佢每一下攻击咧，好似打啲敌人又打得唔够多咁样，唔知点解嘅，好奇怪，个感觉唔系好良好，唔够爽啊，冇乜嗰个咧，玩紧无双咁嘅嗰个感觉啊，即系。可能大部分无双游戏咧，如果玩过个角色系远攻咧，都会有嗰个感觉都唔出奇。因为我就好少玩无双游戏，好啦，我哋要击退阿 Robin， 但系点样可以击退到 Robin？ 我哋打唔到女人嘅，吓点算吓？好，我哋出一出鬼男脚啊，唔系粗碎，系咧嘛？山治嗰啲招式咧，全部都系咩嚟噶嘛？菜式唔系菜式，应该系肉嘅部位名咯。不过同女角一齐攻击系咪会劲啲啊？会唔会啊？我哋同阿 Tatsuki 一齐，即系见到佢嗰、那个山治出招咧，佢羊肉 shot 嗰啲咧，即系 mutton shot， 羊肉比 shot， 跟住佢就系咩啊？串烧啊，佢啲技术，佢啲招式名。以后 Crocodile 佢全程净系守住右上角，咁我可以唔理佢咯，系嘛？我唔一定同佢打啊，啫系嘛 ？Crocodile 佢又变沙又变成啲自然系嗰啲，我唔想同佢打交咯，好难打啊，觉得会。好啦，我哋用阿山治出招铲爆晒啲友仔先。好啦，我哋同阿 Tatsuki 储满咗，但系我哋同阿战桃丸都储一储先。哇，劲到一下山治出招真系鬼男脚。定还是就咁男脚啊？定鬼咩脚啊？佢嗰招系，即系呢几招咧，系唔理啦。好，我哋前去前边。哎呀 ，Robin 啊，我要避开 Robin 先，但系唔得，我避佢唔到啊喂。我哋打开晒队长，避无可避。哎呀，唔得，要出技，要出合成技，同伴技。恋爱就似龙卷风啊！我哋嘅，哎，我哋打咗开晒队长先。我哋同阿 Robin 直接对决好不利，因为喂，系咁俾人打，系咁俾人打，咩事咩事咩事 ？OK， 阿 George 系边个嚟噶 ？George，
喂，而家挡佢先。喂，哎呀，突然之间画面避开睇唔到。哎呀，唔记得出技啊嘛，唔记得出合成技，嘥晒。其实 Sanji 呢个角色咧，我觉得都几有型。佢系唔打女人啊嘛，系咪？但系跟住咧，佢同时间咧，佢唔打女人之余咧，又经常性系俾女人打咩事啊？喂，摆咗危机，摆咗危机，摆咗危机。喂，喺边度？喺边度？喺边度？我过去救人啦！喂，喂，真系对女角咁难打咩？佢喺我附近啫，佢喺附近已经令到我咧 ，Sanji 好似唔系好喐到咁样，定还是我错觉嚟嘅咋？喂，阿 Robin。对你个不利，我都要照打你啊！同你讲，我真系打唔到喂，真系打唔到，咁点啊？死啊！大家见面到我攻击唔到嗰边，我直头完全系，哇大剂啊！咁我唯有出大技打佢咯，系嘛 ？Love， 扑个马爹！我净可以靠用大技嚟打嗰边咯，但系都解决咗佢。咁 OK 啦，咁 OK 啦，即系我有方法打到佢嘅都，唔系话完全打唔到嘅。喂，点啊？喂，我哋要尽快打低个海贼队长，但系上边阿 Tatsuki 上咗去上面同阿 Crocodile 直接对决咯。点算啊？喂，吓、啊，佢死咗咯？喂，唉，做咩要走上嚟同阿 Crocodile 打交啫？我哋唔可以唔理佢噶嘛，系嘛？其实，算啦，我同阿箭头呢两条仔。我哋两条仔喺度打交啦，唯有。喂哟，喂哟。Crocodile， 喂，一嘢冇咗佢一半血。Mission 失败咗，我失败咗鞭炮我哋。我失败咗鞭炮，海贼队长，海贼队长击破失败。OK。我哋要降低佢个 Hero Meter， 因为打佢唔到咯。死啊！呢一版如果佢 keep 住继续出女角咧，我会打唔到噶，点算啊？佢碌个大你死未啊你？喂，打佢唔到，仲有一滴咋？哇！嚟多下，呢一下你冇啦嘛？以为 Chopper 同埋阿罗出现咗。Chopper 同罗变咗同伴系咪？喂 ，Chopper 帮下手啊，过嚟，通啲通啲 Chopper。佢哋系出现咗帮下手啫，佢哋唔一定系会做同伴噶。边个系话 Paul 啊？呢一个系，喂，好乱。又嚟，佢老婆都系雷又嚟，老市场出现，但佢死咗啦嘛，佢讲拜拜啫系嘛，讲拜拜啫，讲拜拜啫，今日仲系佢又出去打过，死唔断气咁样啫。黑 K， 双扑手嚟佢系，死啊！今日睇唔到我哋三人合体出技，点睇唔到？箭头院喺呢度，唔使讲多谢啊，村民，我哋应份咁做嘅呢啲嘢系，系箭头院可以用霸气嘅，但我暂时仲未玩到咧个游戏里边可以俾我出霸气咯，即系霸王色，用一个眼神击倒晒全部人，咁唔使打嘅真系，如果出到嘅话。瞓低啦！你哋太多人啦。其实我觉得呢个 One Piece 漫画里面咧，霸王式嘅嗰一招咧，其实系真系最 O P 嘅咯。即系你有咗用霸气嘅时候，即系对面原本自然系你攻击唔到佢嘅人，你都可以打到佢啊嘛，系咪？如果我冇理解错嘅话，咁跟住之后再加埋呢个边个啊？哇 ，Paul， 好四打一，赢硬啊！跟住之后，你对住啲咁嘅流罗啲卒仔咧，又可以求其啤啤，跟住佢哋就会，即系你啤啤佢哋就会喐唔到噶嘛，全部会气绝咗嘛。喂喂，撞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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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系啊，
个电脑敌人咧个身体变白色嘅时候咧，系可以揿交叉只撞埋佢。呢个系我之后睇翻呢一个教学咧，我先知嘅。之前我 skip 咗，因为我 skip 咗冇睇到。喂，2500 KO 杀咗2500个人啦，我哋已经。哦，你大剂啊！战桃园一齐霸王色佢啊喂，霸王别鸡佢啊喂，霸王奸佢。喂，唔好瞓咗喺地下度啊！起翻身俾我打你先得噶。你瞓咗喺地下，我打你唔到嘅。啲血俾佢，血俾佢，血俾死咗佢，唔系嘛？搞错啊！我都未打救你，我都未打救你，咁快自己死唔得咁样噶喎。好啦，下一个任务系咩？击破成功咗啦！我哋目标系要打3000个人，其实我哋要。无双游戏咧，我发觉咧，即系万人斩、百人斩呢啲系最爽啊，当然系咪？咁但系有时候我觉得咧，佢缺少咗嗰一个咧，即系同嗰个大佬直接对决一打一，跟住打赢咗个佢会好有成功感嘅嗰种感觉咧。即系佢唔系呢款游戏嘛，唔系即系唔系呢啲咁嘅游戏。即系你话譬如玩咩 Bloodborne 啊、Dark Souls 啊嗰类型嘅游戏咧，即系你打赢咗个大佬，但系系好好 feel 噶，唔知点解。你打得赢嘅话，喂你死啦！你得翻滴血咋？坐你，搞掂，揸滴，会啊！俾个战桃园咁样趴喺我地下度。OK。跟住最后下一个任务啫嘛，mission 成功。好啊，我系击破咗阿 Polo、Chopper 同埋阿罗，哇，做同伴啊！唔得，我要同阿 Chopper 合体技。好嘢啊！我都帮到手啊，竟然。点啊？而家我哋去边一 part？ 哇，好多人出现咗喎、啊。我哋落咗最下面先。我哋落咗呢度打先可以。哇，三点切，搞掂，据点正压。我哋直接落下面打我哋，但我好想同阿 Chopper 草技啊，我要同佢出合体同伴技。即系每一个游戏，每一个漫画咧，都会有一只类似吉祥物咁嘅嘢啦。咁啊，呢一个嘅One Piece 好明显就系 Chopper。但系 Chopper 嗰招咩技嚟嘅？佢喺边度放啲绿色嘢出嚟嘅？绿色波波咩嚟嘅？佢漫画里面有出呢一招嘅咩？话唔定动画可能里面有，但系我唔系好有印象。好啦，我哋铲埋呢一班友仔之后，我哋入去下面嗰个据点度啦。哦，其实行得啦，其实虽然我想同阿 Chopper 储多一阵同伴。喂，同阿 Zoro 打交咩？喂 ，Zoro， 你唔好咁样啦！哦，埋嚟同我打，一扎3000 KO。哦，同伴啊 ，Chopper， 照佢！我只脚系咪喂撞佢咧？诶、想储技啊 ，Zoro。嗱，头先讲咗啦，出白光嘅时候咧，我哋系可以禁制去避开佢嘅招，应该系话中断佢嗰个储血啊。中断佢嗰个草气，即系而家呢下，但我系决定咧，我系出大技嚼佢。Labru 国特椰子 kick course， 喂死唔去咩 ？Zoro 你咁样，喂好啦喎、啊、我俾多下，我嚼多你下先，避嚟避去系咁嘅罗马鬼烦。但我冇同我冇试过同阿罗一齐出合体技喎，佢系点样嘅咧？唔知。哎呀，晕咗啦，晕咗啊 ！Zoro， 气绝气绝。喂！即系嗰两个人嘅直接对决，系讲紧呢两个人啊，就系我同埋阿 Zoro 啊，系咪讲紧？奇怪喎、啊。其实佢哋有冇打过交喺漫画里边？好似有、啊。有冇咧？佢死咯，但系阿 Zoro 你想讲？拜拜，一嘢踩落，搞掂。敌军总大将系 Zoro， 咁容易俾我击退咗，但系冇理由噶，应该系阿 Zoro 劲过 Sanji 啊嘛，应该系嘛？
即系一个用剑，因为一个用刀，一个用脚，点睇都系用刀嗰个赢啦嘛。诶、欸，有新技、哦，我哋三住三个人，三个人正方形，正方形，新技能船医之心得。O、okay, K， 又系呢啲 coin 啦，直接自动分俾阿山住啦，可以晋升啦，大把钱。O K， 嗱，今日大家见到啦，我哋用呢一个山住咧，咁佢嗰个攻击其实都几好用，因为佢出脚又快又快啦，佢系有呢个范围攻击啦。其实某程度上，其实同呢一个嘅，咦，有赏金 Kubi 喎，有得，哦。我哋可以去打下戰圖院咧，跟住之後就可以攞到多啲錢嘛，係咪可以啊嘛？戰圖院喺邊個度啊？喺呢度啊佢，我哋都冇行過嗰邊，不過我哋有機會可以翻去打佢嘅。咁我哋下一個島咧，我哋係會去上邊啦，或者可以去右邊。哇！真正嘅正義，海軍最強嘅兩個男人，海軍最強兩個係邊個啊？係應該係阿黃猿同埋赤犬應該係嘛？应该系啦，佢两个应该最强嘛。好啦，咁我哋今日咧就用阿山住啦。咁大家见到就头先讲咗啦，个攻击模式其实同阿 Luffy 几似样嘅，都系有少少快攻，跟住又范围都几大下咁样。咁啊，睇下我哋下一条片翻嚟咧，睇下可以用边个角色打啦。我哋仲有啲譬如好似阿 Buggy 啊之类嗰啲咧，唔系 Luffy 嘅同伴嘅一啲海贼咧，我哋其实可以喺下一条片试下用啦，或者我可以喺呢一个故事模式再解锁多几个角色翻嚟之后咧，我哋先再继续玩都唔出奇。OK， 咁我哋今日呢条片咧先暂时到此为止啦，咁我哋下一条片翻嚟再继续啦，系咁先啦，拜拜。